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他们将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呢？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是情绪特别不稳定，不是折磨我就是伤害自己。他总是疑神疑鬼，要求我对他完全透明，不能有自己的隐私，还要和别的男生不清不楚的，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只是想要一份安全感，但他总是敷衍我，我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还怪我打扰了他的正常生活，埋怨我做事极端。我一直顶着身边人的压力和他在一起，但他不仅对我的朋友都爱答不理的，还怀疑我和别人有暧昧，我真的很累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刘先生25岁，来自山东，检测员，有请。韩女士21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经朋友介绍认识，谈恋爱至今2年。有人说谈了2年了感情淡了，这话是谁的心里话？这是我说的。你觉得呢？我感觉心理上有点累，确实有点淡了。那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些什么吧。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2年了嘛，第一年的时候，不管是我过生日也好，他会叫一帮朋友来给我庆祝生日，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准备很多关于仪式感小惊喜小浪漫的东西，今年的节假日就什么都没有了已经。但是我以为我过生日他总会给我准备一些礼物吧，但是就是我等到他晚上10点，我生日已经快过去了，然后我发了个朋友圈去暗示他，我以为他在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呢。我生日还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嘛，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呀，我说我过生日你不知道我过生日吗？我过生日你送我什么呀？然后他就在那儿支支吾吾半天说他忘了，我就特别气愤了，我说我的生日你怎么也能忘呢？然后他就说不就是个生日吗？跟平常日子能有什么区别呀？那我确实也是忘了呀，我当时也给你道歉了，我当时也去找你了。你当时找我你就怎么样啊？我埋怨你，我就不就说你两句吗？你就在那儿跟我吵，然后你摔门就走了。我当时也特别疲倦啊，你一直喋喋不休的跟我吵架，我感觉也不是一回事儿。然后你就特别疯狂的抓头发，那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接受啊。疯狂的抓谁的头发？他自己特别抓狂，抓自己的头发。就是我之前嘛，就得过焦躁症，然后脾气一上来我就会容易控制不住嘛，再加上那天我就感觉特别特别委屈。他可倒好，他一看见我这样，他连哄我都不哄我，他直接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把我一个人扔家里，就摔门就走了。等我生日过完了，他才回来。我以为他回来哄我了呀，或者是怎样啊？他回来就冷冰冰的看着我，来了一句：“你冷静好了吗？”他现在敷衍我，都已经在社交软件微信上，他都已经敷衍我了。我给他发了好多消息，他都不回我。就我晚上的时候我失眠嘛，我就睡不着觉，我就爱看一些短视频，就是我就比较感性嘛，看见那什么女朋友生病了呀，然后男朋友就把那个女的抛弃了呀，我一看见这些晚上我就更害怕了，我就给他打视频。你怕他抛弃了你是吧？啊，我就问他，我说我这样你会不会抛弃我呀，怎样的。他应该我觉得温暖的回复我，安慰我一下就好了呀。他呢就跟延迟好几分钟一样说就特别敷衍，让我更崩溃了。就是你会不会抛弃我？真的会抛弃吗？你确定吗？这不就坐实了吗？我当时也不是这种想法。你是不是这意思？你是不是这么回的？我先问你。我当时太晚了，我没有听清，我当时比较朦胧，我刚醒来。他总是凌晨给我打视频之类的，搞得我心情特别烦躁，我每天下班特别晚。你就多陪我聊一会儿天不就好了吗？那怎么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不睡觉陪我聊天，现在就不行了呢？你总是日复一日的折磨，就成了一种常态了，我已经有点接受不了了。你要是白天也可以呀。你可别说白天了，白天他也不回我呀。白天我没有不回你，白天我上班时间，晚上我本身睡得就很晚，你还一直打扰我。我早上起来我总是卡着点去打卡上班，我到了那儿我只能工作呀，工作完中午吃饭的时间我肯定会回他，虽然回的比较少，
那其他时间我就找不见你，就只有中午吗？你就不能好好回回我吗？你不知道我找你啊？我如果跟你聊起来的话，你肯定一直没完的跟我聊，我只是回忆两句我感觉就够了。那你就不想跟我聊天吗？难道我想跟你聊天是我想跟你聊天，但是你不能打扰我还有我的领导吧，他莫名其妙给我领导发微信。我那不是找不见你我才给你领导发微信吗？他给我领导发微信说我为什么不理他，然后说我们的工作安排时间有问题之类的，我就感觉特别离谱。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在忙还是就是不想理我呀？我不就问问你们领导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那你们领导安排工作就是很不人性化呀，他为什么要给你安排那么忙的工作呀？让你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那我领导也不可能管我生活上的事吧。我是你女朋友，我就询问一下你领导而已嘛，我就问问他嘛。你有什么权利询问他的领导？那我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工作。就是女朋友是个大概什么级别的领导？你能得确定一下吗？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就是不想回我，我就在问他领导是不是真的在工作呀。然后他，所以你白天也闲着没事儿哈？你这个体到底是个体到哪儿了？我是做剧本杀的，就是一般都是下午到晚上的时候。还是闲着哈？这个领导最后怎么说你啊？领导就拿过来手机，人家什么话也没说，我感觉当时特别难看。确实累，确实累，能理解了啊。因为他淡了，所以你得让他重新燃起对你的爱。我就是着急而已。啊，是。那有一次我脚崴了吧？我在小区门口等了你那么久，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你来找我有多无助啊？你还隔了那么久才来找我，你现在就是一点都不关心我，一点都不心疼我了呗？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我感觉都不可思议。我当时已经很快了呀，我当时在路上给你买药都需要时间啊，我也是很快赶过去啊，堵车之类的。那你迟到了那么久，我埋怨你两句不应该吗？你为什么要反驳我呀？你就非要跟我吵吗？你知不知道那是在我的小区里啊？你知不知道那些人都认识我呀？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啊？我只是想拉你走而已，我不能一直在那跟你吵吧，我也觉得很丢人啊。那你就不说话就好了呀，我说你不就不说话就好了吗？你反驳我是干嘛呢？从您打电话到他赶到多久啊？就半个小时左右吧。是从哪儿赶来的？我是从单位赶过去。你单位到他那个小区多久时间啊？正常距离？正常，不到30分钟差不多也。对呀，那不是一分钟都没耽误吗？就他应该很着急那种啊，他来的时候也在那慢慢悠悠的，我就觉得他不着急不心疼我了。他不是。哎呦我的妈呀，你本来也没什么重伤嘛，就是人家那边，然后就在那儿吵，我们在那儿吵，然后吵着吵着我有点生气了，有点上头了，然后我就不理他，他就拿砖头要砸我的车。我没有要砸你的车，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那只是吓唬你而已。我真的砸到你的车了吗？我没有砸到你的车吧？他现在举动我都感觉不是，他拿什么东西？就是砖头石子之类的那种砸车啊，他就要比划。我没有砸到他的车，我也没想砸他的车，我就吓他一下而已，他一直跟我吵。然后那砖呢？那砖他没砸车，然后我把他拦住了，他砸我身上了。我再说一遍，我也不是故意要砸你的，是当时他跟我吵，他就要走啊，我脚崴了，我在后面跟不上他，我着急，我叫他也不理我，我就拿砖往前一跑，我想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而已，然后就一不小心就砸他身上了。哎呀，行，明白了。那他后来还推我了呢，他把我推到地上了。我当时感觉你那个举动非常丢人，我只是想拉你，拉你赶紧走。那你是不是把我推到地上了？你知道我当时已经很伤心很委屈了，你还把我推到地上了，我就更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呀。然后你做了什么？我就他扶我的时候，我确实没控制住自己，我就乱挥手的时候抓到他脸了。现在我的脸上都有之前你抓我的印子。那你后来不是更过分吗？你把你给我买的药都砸了，我自己一个人就灰溜溜的上楼了。然后呢，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打电话你也不回我。后来我才知道，你告诉你妈妈干嘛呀？我在阿姨的心中的形象怎么办呢？不是，你这形象还是挺高大的。我就觉得他就随便扯个理由跟他妈妈说，就是别人抓的不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说是我呀？你当时那个举动我真的感觉非常可怕。这件事儿等于惊动家人了是吧？对。最后怎么解决的？就他妈妈不同意我俩在一起了，但是我还是很舍不得他，我又找他和好了。你就同意了？他道歉也非常诚恳，他保证他也不会再动手了。不是说要听妈妈的话吗？他还想在我妈妈心目中有一个完美的地位，
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整天夜不归宿，他下班很晚，因为他还要出去玩，各种喝酒。跟谁喝？应该是跟店里的顾客之类的，因为他们都玩到很晚，都很贪玩，总管不住自己。那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再说了，我们就很正常的出去玩。一开始我们每一次，就我们每一次出去玩都会叫他，他就融合不进去我们。后来我也干脆不叫他了。这深夜都去哪玩啊？一般就是去酒吧喝喝酒，喝喝酒去唱会歌。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爱玩，就每天也准时回家。后来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就跟他还有关系呢？啊，他对我就已经很冷淡了，冷淡到我现在让他朋友圈发一张，他发了没两分钟就删了。我不知道就是发给我看的还是发给大家看的。我是让你发给大家看的，你就是发给我看的。我每天都在定时发呀，我想删了那是因为我心情真的不好，我感觉我在你心里没有那么重要。那你出去打台球打一天不理我怎么说呀？他出去就打台球打一天，我给他疯狂的，我给他发微信也不回我，打电话也不回我。你们俩也不是个连体婴，不回就不回了。可是一天时间呀，他就消失了，我很担心他呀。有的时候我就想借别的玩的，我就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我当时就特别不开心，我就想出去玩，我就是玩了一天，然后快回家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出门的视频，化好妆了，给我来了一句以后别再找我了，他就把我拉黑了。我就感觉特别离谱。然后谁让你出去玩的？谁让你一天不回我了呀？我当时也要发泄自己的情绪，我天天很不开心了。那我也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就把你拉黑了。对，然后你去哪儿了？然后他自己，我通过他朋友才知道他去找了前男友喝酒了。就我跟我前男友也是和平分手，我们两个就已经是朋友了。他那天一天不回我，我整个人我的状态都已经完全崩溃，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也是跟他赌气，我就去找我前男友喝酒了。哦，喝的怎么样？就越喝我就越想他，然后我就回来了，酒都没喝完。我就特别费解，他跟前男友都能联系到一块去，我真特别不放心。我现在对他心里更不坚定了。我们两个就是很和平的分手，很普通的朋友，喝完酒我就回来了，而且聊的都是你。你一直在说我跟我前男友，那你呢？主持人你知道吗？他观看本地的同城的粉丝量很少很少的女主播，还给人家刷礼物了。就直播间就几个人的主播，你还给人家刷礼物干嘛呀？你有那个刷礼物的钱，你为什么不给我买一束花呀？因为你去跟前男友喝酒了。我只是理性观看一下呀。那女的为什么给你发哈哈呀？再往上倒聊下去路就倒不见了啊，就只能看见哈哈。你们上面聊什么呀？她就给你发哈哈。我也没有关注人家呀，我只是看一个娱乐主播而已。那他给你发哈哈干嘛呢？你们上面肯定聊什么了才会给你回哈哈吧，对吧？上面 就你肯定是问他，说美女加个微信嘛，有空出来玩，肯定是这种话吧？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我也给你解释了呀，聊天记录找不回来了而已啊。那你删他干嘛呀？我怕你看到会质疑我呀。我只是跟他说了一句你好，然后我回了一个表情包，他才回的我哈哈。你有那个空，你怎么不把表情包发给我呢？我给你发微信你不回，你去给别的女的发表情包逗别的女的笑。你不是给她拉黑了吗？我后来把她拉出来了。所以依你的脾气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吧？你一定会对等做一些什么事儿，是吧姑娘？你干了什么了？我就让她把她所有社交软件都卸载了，然后微信里只能留我她妈妈我妈妈。都删了朋友？对，一个异性都没有了。除了制裁这个之外还做了些什么？他把我的社交软件全卸了，就每天就只能跟他聊天，接他的电话，对我充满了质疑。然后他不用相同的方法去管好他自己，天天要来管我。啥意思啊？不用相同的方法管好自己？男孩说其实在你的那个微信里就只能有我，有你爸爸和我爸爸，是吧？对，我要这么管，那肯定不会开心。也对对对。那他干嘛了呢？我去查他的手机嘛，我就看了一眼聊天框跟谁沟通的，我就把名字记在心中了嘛，然后我方便下次再看，我记住了啊。然后他就把手机密码全部都换了，然后我也解不开了。我当面质问他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密码都试错了，手机越锁时间越长，最后永久了。然后我去手机店问，我说能不能解开，手机店说只能刷机了。然后他在旁边也若无事事的，就刷机吧，就告诉人家刷机吧。那解不开了，不刷机怎么办呀？
我忘记密码了，确实是。那刷机正如你所愿了呀。你的手机密码忘记了？我就真的忘记了，我手机锁屏总坏，然后那天他试了好几个都没试对，我就忘了。哦，刷完之后呢？你看他都知道这些啊，我后来在回去的路上我又质问他，他还是不跟我说实话。我后来告诉你了，就是我说的那样，就是我说的那样，就是我们女生之间聊天，就是聊了哪个男顾客长得比较帅而已，我只是不想让你误会，还怕你觉得我是一个花痴而已，就这么简单。男顾客比较帅是吧？有联系吗？有联系。有微信吗？有微信。那不就还是那个了吗？就是跟客人之间有个微信有联系很正常的吧。啊，八你用的很心虚啊，姑娘。每一次我去找你，你都拒绝我，你不让我去你工作的地方找你。你也融入不进我们那个圈子，你去了之后我还得照顾你，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从他朋友那儿得知，他就是告诉他们工作的地方说他没有对象，对外说自己单身，我就更生气了啊。有一天520的时候找到家里来了。谁找家里？就礼物找到家。也不会夸我，也不会说甜言蜜语哄我开心，但是他就是会很心细，然后反正就是他平时在生活中对我照顾的也挺好的。关注他们一下，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包红兄，我不知道女生有什么信心、勇气去卸载男生的这一些手机上的 APP， 去清洗他的朋友圈。男生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这一份爱失去信心了，对你已经谈不上爱了。所以男生今天就实话实说，爱有时候是自私的，爱也是要负责任的，不爱了就是不爱，说出来那就是负责任，作为一个男人，明白吗？谢谢包红兄。叶老师，有小妹妹，姐姐有个建议啊，就闲着没事咱不要到网上去成天去喝那些毒鸡汤去，
因为网上确实有那些毒鸡汤，我不知道大家接触过没有，什么样的毒鸡汤呢？比如说男朋友必须要像，或者丈夫必须要像忠犬一样对待我，还给起了个名儿叫忠犬是男友或忠犬是丈夫，意思是什么呢？无论是我多么的任性，我撒泼，我素质低，我动手打人，我张口就骂人，我不通情达理，我恶毒无比，就是我这个男朋友他一定要无条件的爱我，对我好，包容我的一切，要哄我，要宠我，要爱我。如果你的男朋友，咱换一个角度，他巴掌扇你脸上去，你还觉得他是爱你吗？你觉得他爱你吗？不爱。那你打他的时候呢？你口口声声说刚才跟主持人笑得可甜蜜了，我爱他，我喜欢他。你扇他的时候呢？你爱他吗？爱一个人可以这么折磨他？而且我无论是我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姐就是女王，自信而疯狂，我全都可以推到他身上。我管你委屈不委屈，你所谓的爱好自私，你的爱全是利己的，毫不利他。所以他现在已经萌生去意，如果这有天，我相信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他跟你提出，他说咱俩分手吧，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你是会揪自己的头发还是再拿板砖削他。但我想作为一个成熟的女孩子，你应该心平气和地放他走，因为你们俩分手真的不怪他。嗯，谢谢叶老师啊，让你体面的离开啊，是对这段情感最好的收场。来，莎娜老师，彼此忠诚是婚姻，是恋爱最基本的底线。两个人的欢乐和一个人的精彩都很好，但是姑娘，你要记住，你如果选择了两个人的欢乐，就请你遵守游戏规则，不要一边享受着屋里的热汤，一边又惦记着墙外的芬芳。你如果单身，你怎么玩都没问题，你单身怎么跟男顾客暧昧都没问题，你单身怎么跟他们喝酒都没问题。那你说的非常好，你说是因为他不那么爱我了，所以我才会变成这样。请问他为什么不那么爱你了呢？你自己作的呀，晚上不睡觉折磨别人，人家白天要上班你不让人家睡，你想过他吗？你给他的领导发信息，你让他在他的单位如何自处，你想过他吗？你脚崴了让他瞬间从工作的地方赶过来，你想过他在路上会出危险吗？你找前男友喝酒的时候，你想过他吗？所以请问，做出以上这些举动的一个姑娘，作为一个男生，为什么要爱你？为什么还要像当初对你好那样对你？就这样，谢谢莎娜老师。来，米娜老师。我最不惯着矫情，但是你就是透着矫情，对吧？来，我们聊聊你的上一次的暴躁症是怎么回事？焦躁症，因为家庭原因。猜得到，因为家庭原因，大概是多少岁的时候被确诊，又是多少岁的时候治愈的呢？16岁以后就陆陆续续吃药，但也后来没怎么去过医院。你身上有几个典型的特征，姑娘，就是大概为什么我说你一说是家庭问题，我说看得出来，你就是你是个社会人，但是装天真、装无辜、装不懂、装傻的本领挺高。什么叫做我怎么知道给他领导发消息不对呢？你都知道让他不得罪你的顾客，你怎么会不知道给他领导发消息不对？你知道的东西比他多多了，这是一个傻白甜，还以为自己在拯救一只受伤的小白兔，哪里有什么爱他，爱他个鬼，你就爱折磨他，你就是爱以我能不能折磨出这个人来证明我现在还是不是被爱的。为什么你所有的自虐都只是停留在表象？因为你只是为了要吓住他们，让他们看到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爱，因为你连爱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你要是知道怎么爱自己的话，你可能就会去观察你的男朋友是怎么好好生活的，来学习他，学习他的父母，他的家人，那一些正常家庭如何运转。但你不，你选择跟你的那一群狐朋狗友掉在一起。你也知道你的男朋友不喜欢你的那群狐朋狗友，他是真不喜欢那群人吗？
是因为他害怕接受这个真相。我的女朋友原来也是狐朋狗友中的一个，而我却错把她当成可爱的小女人。她一直等着你自己主动折亲，我正常，但是你有吗？你在肆无忌惮的自我毁灭，同时打算拉她下水。我不觉得你爱她，你现在需要修行的一课叫做如何爱自己，否则爱这个字从你嘴出来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谢谢米娜老师，什么感受？确实我该反思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你真的不是要处理这段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老师们给提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现在你应该是自己冷静下来独处一段时间，你要跟自我做一些和解，跟你周围的关系做一些和解，然后重新开始。就爱这件事儿，爱情这件事儿，现在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大概这是我的理解。男生有多远就走多远嘛，你帮不了嘛，你没有那个力量嘛，爱不爱的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其实有一个核心，当一个人把自己都丢了的时候，幸福来了他都捧不住，因为你没有肉体，没有灵魂，你怎么捧得住那份幸福呢？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就是刚才听了老师们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我也会反思自己的，但是你真的也对我很差，不是吗？我们两个都改一改好吗？我们还有可能吗？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掺杂了太多的杂质了，我现在也比较纠结，因为我听了很多人的建议，我现在也需要考虑考虑，真正的为你负责一次，对不对？我已经很好。谢谢两位听众，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云 APP、天津 APP、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预测一下结局，女出男不出。我也觉得应该是女出男不出。那我就说双不出吧。最要命的是，可能他们会双出。哎，我也是觉得有可能。来吧，咱们看结局，请开门。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一直干涉我的社交，我的工作，甚至连我和家里弟弟的交流都要吃醋，动不动就要查岗，各种怀疑我和别人有暧昧，让我完全没有自由。他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一直很模糊，他没有从中调和，也不主动向家里正式介绍我。我只是害怕他会受到伤害，想保护他。他一直和其他男生走得很近，也不明确拒绝他们，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家里给不了我太多支持，但他父母因为这样就要拆散我们。他也不帮我缓和跟他父母的关系，还要听他父亲的意见抛弃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梁先生25岁，来自四川，教师，有请。马女士24岁，来自河北，文员，有请。欢迎两位哈，校友是吧？对。啊，谈三年了。嗯。毕业了哈。对，我今年刚毕业。在哪儿生活？你们俩现在？现在他还不确定，但是我想回我家那边。我们家是在那个天津滨海新区那边。哦，那你资料上面为什么是河北呢？啊，我们家户籍是那儿，但是我是从小在滨海新区长大的。哦，毕业要回滨海新区。对。你怎么考虑的？他爸妈不是给他找好了工作吗？但是我去那边的话，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好找，我现在只能在我现在这个地方待着。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武清。哦，今天就为这个来的是吧？咱们从哪儿说？我就觉得他占有欲极强啊。那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偶然跟个男同学说两句话，就恰巧被他看见了，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对我就是大吵大叫的，而且当着那么多我同学的面，就让我很抬不起头来。他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那你跟那个男的有说有笑的，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为什么你还要要求我把我通讯录里所有异性朋友的微信全都删除？那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你有我不就够了吗？你为什么还要留有别的男的的微信呢？我不可能就是只局限于就是咱俩之间，我还有其他的社交圈啊，比如说工作上的或者跟朋友之间的。其实你不要这么限制我，可以吗？那反正是男的呢，他就不行啊。你再说了，你之前你跟我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男的给你发微信过来说你们之前旅游的事儿？那你告诉我了没有？你怎么没告诉我呢？我根本就不想告诉你，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也不会同意我去啊。那你知道我不会同意你去，那你还跟他们一块儿去玩？这毕业旅行就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且跟他们大学四年关系那么好，在一块玩怎么了？而且就是跟我一起玩的不只是异性，还有两个室友呢。你两个室友是跟你关系好，但是那两个男的谁能保证他对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坏心思呢？你总是这样瞎想。他是要求所有的异性全删啊？对，全都删。毕业旅行跟男生去旅行的？对，那四个人就是两个室友还有两个男生，我就特别想跟他们去玩，跟他们在一起玩的快乐就是他就跟他在一起是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不一样，快乐不一样。那你不是应该找那两个男生当中之一吗？那不就快乐了吗？不是，那是朋友，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外向，而且就是在我大学兼职的时候是在那个一家机构里，然后做助教，但是他那个工作时间他是不稳定的，他有时候就是看学生晚自习，他要持续到那个11点，然后他就不乐意了，他就在我机构门口就是停着车，就堵得水泄不通。人老板看了监控，就开始来找我了。他说：“你对象怎么这样啊？还摔东西。”你们老板之前说好了是不是10点下班？那为什么要非要等到11点多，甚至接近12点才给你们下班呢？我这不就是为了维护你的权益，让你准点下班吗？我在同事面前就是怎么为人处事，他们总是在非议我了。现在你管别人怎么眼光，那我俩自己过好不就完了吗？那我毕业之后现在已经正式上班了之后呢，你还不是在我上班期间你天天就是打视频，你就是监视我。我不是监视你，那就是担心你公司的同事啊什么还有领导要欺负你什么的，我就是想保护你的安全而已。不是，在你的眼里这社会男的都没好人吧？我就是看，可能就是看网上看多了，就是说什么领导欺负下属啊之类的。真的，这个有时候特别不可理喻啊。行，控制欲这个我们理解了，还有啥不可理喻的？就是暑假嘛，然后我堂弟在外地就来我家就是做客玩，然后我跟我堂弟就在一块聊天啊什么的，他就不乐意了，他就把我拽过去，就不让我跟我堂弟说话。他不是不跟他说话，那总得坐远点吧，他毕竟是个15、16岁的大男孩了吧，他也能自己玩呀。你不要这么瞎想。那不行，那反正是个男的，那肯定不行啊。再说了，你之后你们一个班的男生吧，你好像都给他们备注生日，然后还给他们卡脸送祝福说生日快乐，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已经大学四年的好朋友了吧，而且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吧，那我给他发一个单纯的生日祝福，就祝我生日快乐又怎么了，又没有做越界的那种话，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也可以给你的那些女同学发生日祝福呀，你们毕竟认识然后关系好。那你们班那几个喜欢你的男生你知道吧？我相信你应该是知道的。那他们喜欢你为什么还跟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不拒绝他们？那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对我有好感，而且那是之前的事儿，
但是在咱俩没有谈恋爱之前，而且咱俩现在谈恋爱了，而且我上课的时候我会带你一起上课，他们都知道咱们的关系啊，他们也是祝福咱们呀。而且我微信你随便翻我跟他们聊天的内容。那你考虑过我看着难受呀，毕竟他们喜欢过你，你见过。哎呀，别说了，你怎么那么自卑呀、啊、你怎么这长堂七尺男，你说你不脸红吗？你自信一点嘛，你就没有什么好的女同学记一下生日给他们发一生日祝福有吗？没有，就之前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就一个那个。你一个也是有。哎呀，你是装的老实啊，小 Z。他就是给他那个女同事发表情包，就之前我俩就是热恋的时候，就是我总是给他发一些甜蜜的那些表情包，然后呢我就发现他那个女同事也给他发我一样的，然后最后我才搞清楚，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把我的一张一张特意给他挑的表情包都发给他那个女同事了。那别人问我要，我总不能不给吧。那你就不懂得拒绝吗？啊，他一次找你要你给他了，他次次找你还非得给他呀。你再说那不就是个表情包吗？那别人问我要，而且别人还拿他的表情包跟我互换，他有的表情包我也喜欢呀。我根本就不信他说他跟他女同事发表情包这件事，而且他有一次就是他把他那个跟女同事的那个聊天对话框给专门隐藏了，直到他那个女同事给他发消息，那个消息框弹出来我才看到。我不就是为了就是不让你多想，我所以才隐藏起来吗？那你肯定是有属于你俩私密的话题不想让我知道呗，你分明就是有鬼啊。所以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我们就放在这儿吧，就恋爱期间双方好像啊，还谈个啥呀，赶紧分手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毕竟谈了3年了吧。好好好好，就是在爱情里不仅仅只有这些，就是也有属于我俩就是挺甜蜜的哦，还有甜蜜的，所以我们要继续是吧。而且我毕业之后就是想我们关系更进一步，就又考虑到结婚，但是他们家态度对我也不是很好。反正哦，啥意思？就是我之前跟他打电话，我有时候就会经常就会因为有时候会异地嘛，然后就是会想他啊什么的，就给他打电话，但是他电话天天占线。一问他干什么呢，跟谁打电话，他就说跟他妈妈打电话呢。那我爸妈在那边，我离他们那么远，那我一年就回去一两次，我爸妈给我打电话聊聊天怎么了？那可是也没有必要天天吧。不是，不都回去了，为什么还打电话？我不是在天津这边工作嘛，所以家住在也在这边，但是我爸妈是在四川那边，因为我老家是那边的。最让我琢磨不透的就是你们打电话用四川的方言我也听不懂，而且你有时候对我不满你也不说，然后你跟你妈妈用方言说是不是就是说我坏话，而且你妈妈就是对我也不关心，甚至就是连我有一个亲弟弟都不知道。而咱俩已经谈了3年了吧，就你们家态度对我也不好，是不是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看待？那我们根本就没有说你什么坏话呀，而且也没有对你觉得不满，我爸妈就只是单纯的想我而已。再说了，你关于你就是介绍给我爸妈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应该就是找个适当的机会，就是线下吧，好好给他们介绍介绍。如果在网上微信跟他们说，一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啊。还怎么找适当的机会？这端午节的时候，我是不是把你正式向我爸妈介绍了呀？而且我爸妈觉得咱俩谈了3年，而且是大学最后走到一起的，真的就是挺少的，觉得就很看好咱俩，然后又觉得你就对我照顾的也挺好，而且就时不时的还就是打个电话给我爸妈，就是过节的时候问候一下，然后我爸妈还给你见面礼了呢。那我爸、这个事情都是我们家在主动。那我爸妈之后来的时候，是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时候，咱是不是也吃了个饭？虽然说没有给你见面礼，但不是说也之后会那回我老家那边给你见面礼吗？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这顿饭是不是我求来的？是我啊，就跟你说，你让你爸妈来，就是我们坐一下吧。那我你还那样勉为其难的答应了。那我爸妈专门来看我，他也没想过就是说要先见见你什么的呀。那可是就南北方。别可是了，这不就是真相了吧？我爸妈是来专门看我的，也没说想见你吗？你还问什么呀？你不会听话吗？你听他说的那话吗？我爸妈就是来看我的，在他们的行程里没有见你的意思，没听懂什么意思吗？可是我觉得我不重要了。就是不重要啊，这话已经告诉你就是不重要了，你还以为你听错了吗？是不是就是不重要？
你爸妈就是没打算见他吗？那我爸妈说了好了，就是之后回老我们老家那边。那都人来了，为什么都不见呀？急切切的也应该见呀。那可能觉得太突然了，就是怕吓着他呗。没有太突然，怕吓着，这理由不合适吧？站不住脚吧？行，我们听明白，就是在结婚或者准备结婚这件事上，好像女方比男方稍微主动一点，我这么理解可以吗？你认不认？可以吗？是。你爸妈好像没有那么急切的就认准这姑娘吗？见过之后觉得这姑娘怎么样啊？我爸妈也没跟我说，我也没问。啊，那就是没看上嘛。啊，后来呢？就是我们那一次，就是吃完饭之后，他让我自己打车回家，都八九点钟了，让我一个女孩自己打车回家。然后他送他爸妈走，那车里难道就放不下我一个人吗？而且我当时也没有要紧的事要干。哎呀，别问这些问题了，你问这些问题干什么？越问越丢人。还有啥好问的？要是他父母中意的话，肯定哎，你把孩子送回去，我们自己走，这不就中意吗？对吧？父母再热情点，我们一个车我们也送一下，对吧？父母就算没中意，他中意，来来来，我们俩一起把爸妈送回宾馆，打个车，然后我再送你，对不对？四种方式都表达是在意的，都没选择，选择是第五种，哎，自己打车回去，你还好意思问吗？不需要问了吧，我们听听后来还有没有事情。而且后来就是一开始是我爸妈正式见他了嘛，然后就觉得双方父母也没有正式见面，也没吃过饭，都不知道双方家庭是什么样的。毕竟结婚不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是双方家庭的事情啊。那之后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爸妈就是不非得要我们买全款买房子吗？你知道我们家根本就出不了这么多钱的。你们家有三套房子，那要装修你就是你搁置一下不行吗？就是那我们家那边那三套房子有两套是我觉得有句话说的，我觉得他都是借口。哦，你还知道啊，姑娘，你还是大脑非常清醒的。我一直问你是糊涂，原来你是清醒的。你知道这是借口，借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拖着不想结婚。拖着不想结婚，为啥不想结婚？可能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或者也没那么深爱吧。哦。所以把这个话倒过来，就是他其实对我没有那么深爱，他也没打算跟我结婚。这点距离上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敢说爱，还敢说要结婚。哎呀，
这个是我上班的距离，每天都要。对啊，你在北京上下班，你说我一个单程用个一个多小时，很正常啊。很正常，对吧？来吧，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就一个多小时的路，就把一对号称相爱并且要结婚的年轻人给难住了。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宏兄，其实这段路很冤枉，很委屈，他被你们当成了借口和理由。这一个距离问题，就是你们爱的心中的距离问题。如果有爱，这点路算什么？跑步都跑到了，单车都骑到了，怕什么？只要爱的人在。你有这样的动力激情吗？实话实说，没有。你们而且表达给我们看的，你和女同事之间，我知道没有情爱，但是快乐。你和男同学之间不可能是爱情，但是开心。这就表明了你们这一段爱已经不是那种不顾一切的熊熊燃烧的那种爱情。所以两个人自己扪心自问，对方在心中还有多少，这个点很重要，好不好？谢谢伯宏兄。叶老师，我爸一向觉得吧，爱情是有温度的。比如说呢，就像烧一壶开水一样，这个水烧开了可以泡茶，要烧到它沸腾。我们知道在一个大气压之下应该是烧到100摄氏度，对吧？那如果是水还没有沸腾，它就烧到70-80度，拿来泡茶喝了有可能会肚子疼。要结婚，感情呢确实是得到沸腾，得到100度，没到这个度数的时候你去结婚，那就很不合时宜了。我觉得你们真的没有到那种地步啊。刚才你看你们在那个通话当中说到多可笑，到那个地方去找工作，哎呀，我觉得我没有合适我的工作，你有没有仔细去找过？哎呀，我觉得我不能到那儿去，你看每天交通有多不方便。所以我说，就是这个温度不到的时候，你们谈结婚，你们是不是在闹着玩呢？你们能为对方付出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距离就能够让你们望而却步，就这温度的感觉，就这一点感情还谈结婚呢？你们真以为结婚是闹着玩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问一下小姑娘，你男朋友说啊，你的手机里不许有其他的异性，他让你全删了，你删了吧？我就删了一大部分，只留了 一小点儿。那他手机里面有别的异性，你会让他删吗？我觉得没必要。你觉得没必要？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你让他删，他会删吗？我觉得他不会删。你会删吗，小伙子？如果他要求你把你微信里面所有的异性全都删掉，只留下妈妈和他了解的女性，你会做吗？不会。不会？那你凭什么那么要求他？就是觉得外边男性不行。哎，你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就是觉得我眼里男人都是坏人，所有的男人都会惦记女朋友，你觉得这个站得住脚吗？除了我之外不能有别的男人，甚至连你14-15岁的小表弟他都容不下，你看看他能容得下谁？刚才我听了这两句话，你知道姐姐什么反应？小伙子，我告诉你，我毛骨悚然。我没想到电视剧里让我恐惧的情节居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你除了我之外，我告诉你，不许有别的男人，你只能是我的。有没有人说过你这种感觉不健康？除了你之外男人没有好人了，这个话都这么大岁数了，孩子咋说得出口的？嗯，行，谢谢叶老师。莎娜老师，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我不知道米娜老师啊，反正前三位带上我们对你都有一定的意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这个套路和假装真诚的本领超乎我的想象。你让人最讨厌最厌恶的地方在于你既没有诚意要娶人家，但你又要控制人家。为什么呀？你用控制来表达你的爱，表达你有多重视他，你有多在乎他。你的占有欲和你的控制欲并不能代表你爱他，而只能代表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的这个控制和你的这个占有欲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会到非常极端的。所以我告诉你，小马，你如果发现他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姑娘们一定要重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把男人对我们的控制，男人对我们的占有当成爱的全部。因为
他不让你和任何的异性接触，这叫干涉你的人身自由权利。这个时候是要坚决的说不，坚决的反抗，坚决的拒绝，这绝对是不健康的爱。但是你一没有拒绝，二你还想着嫁给他，所以你的这种往前走也激发了让他再进一步的去试探你的底线，那再走下去那就是危险的边缘了。谢谢。来，米娜老师，假如他不删你会怎样？可能我会自己帮他删了吧。假如他为此很生气，夺手机不给你密码，你会怎样？可能也就大吵一架什么的。大吵一架他也不给你删，你会怎么样？也没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会分手还是会摔了这个手机，夺了他的卡，把他反锁进卫生间，让他没有办法？那应该不会。所以你能够想到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抢过他的手机，帮他删掉里头所有的异性，是吗？对。当你跟他讲我要把你里边所有的男生给删掉，他说什么？他说就是说他那些好的朋友啊，他不删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让他跟我说那朋友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可以，然后就留着。嗯，好。所以是他那么病态吗？男孩子只是跟你说了我不喜欢你跟那些男生在一起，我要把你所有的男性朋友都删掉，你说好嘛好嘛，删嘛，但是我的好朋友你要给我留着。男孩说那你说那是哪几个好朋友，于是你说了，男孩真把你的好哥们留着了。这个里头所有的就是你所控诉他的事情里头有一个很蹊跷的事情，就是同事往往不是什么要害，而发小男闺蜜才是要害，可你却可以留下。为什么？因为你坚持了。所以是他变态吗？是你刻意迎合主动送上去的，是你把他诱导成这个样子的。你可能会在他面前说我弟弟来了，你看我弟弟都长得这么高了，走出去别人都会说像我男朋友呢。然后他吃醋了，说保持分寸，你这样也要吃醋，你真小心眼，于是你又体会到被爱了。这样的桥段没发生在你的事情里吗？很多时候就是我真是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已经不知道撕了多少姑娘的这一个小白兔啊，或者是说怎么着的这个外包装了。你把自己伪装成小白兔，目的是为了跟他结婚，结婚是因为他家有三套房。就像你已经说了，如果三套房不卖，不在这边全款买房子，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自己遇到困难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就愣住了，凭什么一个姑娘可以理直气壮的以我能力差我穷所以你必须得卖房养我啊？凭什么？然后你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在这里虽然说我帮着你说了话了，我是唯一一个帮你说话的人，因为他的问题比你大，但你也没好哪儿去。小伙子，你介意的点是什么呀？你说实话你不吃他这些醋，但是你介意一个点是他爸给他安排了工作没考虑我。你们两个人真爱吗？你们两个人谁爱谁呀？一个爱上了房子，一个爱上了工作机会吧。你们有谁愿意？你要是告诉我说米娜老师我愿意为了他裸嫁，我愿意为了他跟他一起还贷，我愿意为了他把我自己倾其所有，并且请我父亲支持我一点，因为我爱他，我不要他家三套房，我说你是爱情。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他爸给我安排工作我也不要，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有能力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让我未来的老岳父能看得起我，那么我也会称之为爱情。你们两个是什么？两个无能的小孩子决定我们在一起谈场恋爱吧。那么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是爱呢？那又让我们行使一下男朋友的主权吧。男朋友的主权是删删删，于是你删了。你没事瞎作一下，让我行使一下女朋友的主权吧。女朋友的主权是什么？是你不可以给你妈打电话，你跟你妈打电话的时候不可以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不就是这些废事吗？你们干过什么？你们为爱这一个值得吟诵的东西你们干过什么？你们除了去算计着房子卖不卖，首付是多少，工作父母给不给找，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对得起你们的青春吗？
什么时候你们有能力了，什么时候你们再结婚。哎，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嘉宾老师对我们这个事情的见解。做圈作为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两个人还是就是说需要相互再考虑考虑，毕竟这个事儿嘛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都是相互的，就有必要就是双方去付出，包括这些事儿也需要好好去就解决这个事儿。那你态度就真的这样吗？你就没有想挽留我吗？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冯红兄做预测的时间到了。我不看好他们的恋情，我认为双不出。我觉得可能女出男不出，因为那个姑娘我觉得她还挺留恋的。双不出，女出，她还需要扮演这个示弱的角色呢。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么年轻为什么把日子过得这么没有朝气，变得那么世俗，变得那么虚伪，就是祝他们阳光向上，获得真正的爱情。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做的精彩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